我自己买的一个纪念品，然后放在我的办公室的装饰品。拿出八年前在纽西兰买的原住民纪念品拍卖，3万3次，谢谢您，谢谢。从1000元起标，一路喊到3万元的高价，刷新去年5月天亲笔签名 T 恤的记录。新北市长朱立伦看起来很满意。今天把南半球的爱心带来北半球，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爱心的民众出了3万元。那我想最重要不是多少钱，而是大家发挥爱心。新北市环保局周六下午举办跳蚤市场活动，总共有48个摊位，超过5000件二手商品参与拍卖，许多艺人歌手也到场响应。5500元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正确的讲出来，不然你说五五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的爱心。活动拍卖所得将全数纳入新北幸福保卫站专户，让环保变爱心，帮助弱势孩童。自己的二手用品，如果能够捐出来，发挥爱心，捐给我们的公益团体，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耶诞节的一个活动。青年福伦社也再度以行动支持爱心义卖，认养4个摊位外，更主动认购10万元的原油券，让10家社福团体能自由挑选所需物资，也让欢乐耶诞城又多了温暖的人情味。记者胡志新、黄家伟，新北市报道。